早晨，成头汗啊，又做完啦。我通常咧早而家做半个钟头做到啦。咁我咪喺跟我做十分钟嗰个健康蛋嘅环节入边咧，我就同大家分享咗我会做下八段锦啦，我会慢跑啦。啊，讲起慢跑咧，唉，唔好意思啊。有朋友問我，佢話：喂，你慢跑，你個節奏咧點樣掌握咧？有時即係有時快，有時慢嘅喎，點樣可以掌握到一路平均嗰十零廿分鐘節奏啊？咁我就都幫大家上網，我自己都想知咧。咁我幫大家上網就話，原來咧有一樣嘢，嗰樣嘢叫做節拍器啊，喺你可以 download 呢個 apps 嘅，即係你手機 download 個節拍器嘅 apps。咁就佢將節拍器個 apps download 咗之後咧，就將佢校到一分鐘180下。咁你節拍器咧，你即係踏踏踏啊嘛。咁如果180下，大概 tempo 咧就係踏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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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咁你跟住呢個節拍踏踏踏踏咁樣咧，踏踏踏踏踏，你跟翻住佢每一下嚟到跑咧，就唔錯都係邊噶啦。咁啊，呢個節奏係最好嘅，最舒服嘅。咁你可以試下嘅呢個啊。咁啊，因為我而家日日都早起身，瞓唔著。咁啊，於是就開始都點都做30分鐘運動啊。咁但係，我唔會日日都做寫一套嘅，除咗即係譬如八段錦啊呢啲，其實基本上係一嚟就拉筋啊等等嘅啫。否則啲話咧，其實我有時又會我慢跑啦，一定啦。有時20，有時10。點解咧？就係話我如果嗰日我準備之後我做 flex bar，OK， 咁我又會即係自己去 adjust 啦。咁有時我又會去啊 Gary 教練嗰度噶嘛 ，Beat Wellness 嗰度去跟佢去做下個 body posture 啊，即係做返啱啲企位企法啊，唔好寒背啊，咁樣啦，做返黑做返 core 啦，咁所以我有時候最專舉下重啦，即係唔好肌肉流失，即係好多唔同嘅，即係花款多啲囉，唔好唔悶啦咁。咁而最近呢，我又睇到喺網上啊，我又睇到呢就話點樣可以企喺度，唔使成日做啲 sit up 啊啲嘢呢，可以減肚腩啊，我又覺得幾有趣喎，不過四個動作啫。咁呢四個動作咧，佢嘅意嗰邊嘅即網上嘅意見咧，就係你每個動作做50下咁。咁我以為50下啫，每個動作咪200下啫。原來你唔好話唔識做咧，初時我啊做10下都做唔到。咁唔緊要嘅，即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嚇，但係當然係你自己身體 fit 即啱做呢個啦。你如果唔需要減肚腩，就唔好勉強自己減肚腩啊。咁嘅話咧，你不妨咧就係即譬如我就係由10下開始嘅。做十下啊，做啱數咗啦，順咗舒服啦，咪加兩下加三下，做15，跟住再順啲，我而家做咗20，每下做咗20，就 OK 嘅。希望慢慢再加上去，終於有一日我做到50下嘅話咧，我就同大家再拍片分享。咁而家咧，我就去試下做呢四個動作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咁你覺得如果覺得好玩嘅，咁一齊玩咯，係咪？跟住你可以。我都係上網周圍去揾呢啲有趣嘅即係健身嘅片嚟做下嘅啫。OK， 咁我而家去示範俾大家睇下先。咁第一個動作咧就好簡單嘅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做住20下先啦吓。最主要系提腿啊，可以拍到走掌嘅就拍唔到个掂下都好吓。跟住就系、是。想收肚腩同埋腰啊 ，OK， 20下吓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。18、19、20。
睇下先。嗱，我哋睇下心跳124。OK， 124喺度做咩啊？烧脂啊。OK， 消耗紧你嘅卡路里。我今朝个早餐应该冇咗噶啦。第二个吓，第三个嗱，你做咗几多下几多下？唔系一定。我都做跟住做咗好耐咧，先至而家勉强做20下。你见到我最后嗰几下都已经有少少力不从心，唔紧要，因为我系由10下开始嘅。第11、12下我有时都已经力不从心，咁而家可以做20下啦，恒心嚟嘅啫啊！啊，第三下，因为呢啲好简单啊，原地做就得噶啦，喺屋企做就得，唔好开冷气啊！每边做20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都是跳124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这个难一点的，我自己觉得吓，或者你觉得易，你要掌握这一下咧，你要这个又要企稳，这个诶拉翻埋嚟，都几系嘢。OK， 第四个呢，做到先，做20下先啦吓。呢个话易唔易，话难唔难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这个我得啲，因为练波我通常都之前我都要练呢啲动作。但你话如果四样嘢加埋一齐咧，就好需要之前要 warm up， 拉下筋先，唔好讲少。OK， 做呢啲啊，拉筋呢啲啊 ，OK， 做呢啲啊 ，OK， 收腹啊，收腹啊，做任何嘢都要收腹啊，又何况嘅你梗系做紧收腹啦，系咪？咁啊，你哋可以试下做呢四个动作嘅，由10下开始啊，唔好多啊，试下自己得唔得先？哇，122，做到122。咁咧做完咧两件事，饮水啦，饮啲有矿物质嘅水啦，啊唔好净系咁饮蒸馏水吓，饮啲有矿物质矿泉水啊之类，帮 down 翻，唔好即刻坐 ，OK， 啊行下，揈下 ，OK， 做下呢啲啦，即系只脚，做下呢啲，系睇唔到噶啦，不过唔紧要啦。啊，做下呢啲啊，好啦，咁又可以即系将你每日其实咧，每日都可以做好多唔同 set 嘅运动啊！你今日啊呢排我做满咗呢个慢步跑喎，可以做下第二啲，即系唔使下下做齐，又唔使做死一啲运动。呢、这个就系即系我而家每日点都要做30分钟流汗运动嘅原因，就系周围揾一啲唔同嘅 ，OK。咁可以同大家分享嘅，好。